那我会加汁儿进行对焦的切换。然后，在视频功能上的话，因为主摄升级到4800万像素嘛，所以我们一样是会多一个2倍的焦段啊。同时，主摄传感器升级到4800万像素，我们可以拍摄清晰度更高的。Action button. Try. Do the function. No, it doesn't matter. What the fuck?